大洲辉腾 6.0 升 W12 420马力，百公里加速 6.1 秒。2006年新车落地价240万，这种老车在二手车市场非常尴尬，有钱的看不上，能开上的养不起，十几万都无人问津，越老越难卖，越老越难养，最后只能大卸八块。